还有闪，但是这拉格斯，我操！你他妈的！可以可以，选他 Q 闪就行了，没事。他们很笨，他们没囤线，直接把线。 放进来了，我们可以吃冰的。好，A 加吧，还行还行，囤到下一波，这边两个都没闪，这里能给个眼吗？兄弟，三级。 看到没？这种线是最难受的，没关系。没一吗？没必要换啊，哥们。他们一定帮下路，有德莱文的局一般大多数都是帮下路，没关系啊，慢慢玩。 不是你还装啊？到底你在装什么？这种德莱文一般都是没什么脑子的，说实话。卡一下线，然后直接毙啊！哎呦 ，A 错了，操！这种线不能推啊，推了你记了，对面辅助稍微会晚一点，你推了你就记。这个兵毙吧。再次一个。OK， 留。 被打就嗑药，坏了，我们他妈凯隐人呢？哇，不安心，他们是从那边过来的。 先吃后排兵，连刀了已经，没关系，慢慢发育。打辅助，还有鞋。 打的没意义了，还有血统了，除非我们六级了，看打野来不来吧。上路。啊？第二级什么意思啊？ 大呢？铁的，真累了。妈的，人头悬是你的是什么？TP 出来，等他毙吧，一定要等他毙，我们差钱的。 看他推不推？没双装。Yeah.
也不用等，看情况，看对面德莱文装不装。哟，我真不应该怕。好装啊，兄弟！我一呢？我一没好吗？刚刚是不是差零点几秒？走吧。这是能塔平，好像可以。操！刚刚好像是差点那啥的。这样就好亏呀、啊！动手，没闪，装，开装，兄弟，装就完事了啊！喜欢 A， 没闪，他下不闪现在，拿个龙呗，可以不用跟我，你可以多吃点经验。他拉啥装备？打波塔了。不是，是防御塔马没了。哪里看出来馒头大汉？什么才叫馒头大汉？哦，好痛。没事，你就跟着德莱文，看你等一下等级低不低就完事儿了。妈，给我一干嘛？没有回血啊！来，来，来！哎，别给我一啊！你 Q 他，我就能回血。德莱文有闪。好闪，皮克进化吧，要不干什么？他也没闪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，兄弟，亏吗？你到底 A 不 A？ 给你打，给你打，我溜了，贴了，踢出来，踢出来，踢出来，队友可以发育一下。买个这个，只让他一到我们就行。给你打，给你打，兄弟！别吃兵，哎！你看对面泽拉斯的刀，这种法师走边路很容易死的，真的。就像上一把的对面左一一样，哟，好走位，都磨切了，这德莱文你就等死了。好眼，你还在 A 呢？
没一兄弟，你看这德莱文等级不高，直接就是秒死。有大吗？我操！我个傻逼！啊，是吧？我个。装起来了，装起来了，把奥龙给我。他拿上装备，怎么不去打小龙？怎么不去下路？好多线，好多线，他妈的，全是线啊，大哥。现在还碰不了的了，猫咪，嗯，还有闪，但是这拉克斯，我操，你他妈的，真没死过、啊。他有闪，他有闪，他有闪。也是有一。嗯，我也能盾吗 ？WQ。你的妈！